还有那边呢，它有那个一个大红棕的，那它这个棕呢，它的重量是2000公斤的，那可每一次呢，每个月输15下这个钟呢，它的声音可以传到10公里远的。啊，还有正殿里面有那个大雄宝殿，是拜三宝佛的，释迦牟尼佛、观音佛以及地藏的。好，那么这里的后面它有一台车，就是古董车了。它有一种是一件事情呢，全世界都是知道。那么这部车在一位老和尚去往的就坟的，在那个市中心是以前是地宫的就坟。为什么他去坟呢？因为当时1963年，当时是吴廷艳的政府，吴廷艳是属于天主教，那么天主教时常压迫那个佛教，为了不满这个政权，不满这个政权，所以呢，他去坟抗议这个政权的。那么他去坟之后呢，他的身体全身都烧焦完，可是他心脏呢还在，现在他的心脏是摆在那个佛堂。啊，那么这里的这个天主教那么第四代皇帝呢，他认为用个天师以天上得罪，所以呢他又改了个名叫做林老师。等下你进去那个山川里面，我看见那林老师。好，现在那个顺花这个富源宝塔呢，是顺花的标志的，所以呢客人来到这里一定要来这个地方，因为它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景点的。好，大概你们可以去里面参观，19:50在这里。